重来，重严训练，提高我们一岗的发射弹药号手的操作的精准度。平时你要对这个武器装备和导弹性能的这些状态要非常的透底可靠，每个人对自己的岗位操作要非常的精准，减去任何一名号手或者两名号手都能在这规定时间内完成发射，都有人可以替补他的操作。空管协调机报告已完成，首航后期当导弹点火成功之后这个也确实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，我感觉在未来的战场上吧，应该是会发挥得更好。